的教会的一份子，而我们因着我们的职分，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，我们若能把我们所看的与其他人一起来分享，一起来讨论，这是我们要一起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起来体会。然后再来是，这是一个基督团体啊，鼓励基督团体在社会中的交流啊，所以我们也借着这个会议去看看我们自己，我们的堂区。